迎收看《爱阿嬷烹饪教室》。我们要用蝶豆花做什么？做汤圆。需要的材料有糯米粉，糯米粉一包，蝶豆花，蝶豆花，蝶豆花。我们要泡热水。为什么要泡热水？有颜色。要把颜色泡出来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什么颜色？这是紫色，很像紫色，也有点蓝色，蓝紫色。哇，好漂亮的颜色，好漂亮的颜色。颜色我们要倒糯米粉，糯米粉倒在碗里面。哇，倒出来了。一点豆花的汁倒进去。搓，搓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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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搓，压一压。我要揉成汤圆了。对，我们再用两只手把它搓成圆圆的汤圆，好不好玩？好玩。等一下再做什么？粘土。粘土哎。继续搓。我们搓几个了？一二三四五。继续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噔噔噔噔噔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是搓汤圆高手，来拍赞！蝶豆花汤圆做好了，我们还要做火龙果汤圆。要把它切一切，放到果汁机里面，把它搅成汁哦。搅成转好，倒入糯米粉，再倒入火龙果汁，开始搅拌，开始搅拌喽！我搅，我搅，我搅，好搅，好搅，好搅。结果自己。火龙果汤圆了，火龙果要来排队了，汤圆做好了，别下锅煮肉，我们慢慢的放下去，好，放进滚水里面，一颗一颗的把它放进去。有蓝色的蝶豆花，还有红紫色的火龙果，好漂亮的颜色哦！搅拌一下，汤圆汤圆水中滚，水中滚，好多汤圆，好漂亮哦！汤圆汤圆水中滚，汤圆汤圆水中滚。煮起来就是煮好了，请大家吃好吃的汤圆。